好，邀请我们的白色电台呢先来到台上为我们做一下准备。是的，我们的白色电台呢，白色是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纯净包容，电台呢是希望可以透过简单的方式呢就能让各位听到我们的音乐，不断探索音乐的可能性，期待有更多与听众的相遇，分享彼此的音乐和故事，用音乐的力量感动大家，也温暖人心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白色电台，然后、要聊天对不对？完蛋，我不会聊天。要聊天吗？我来介绍一下好了。这是我们的吉他手。先介绍主任啊，主任在现场。主任，介绍主任。因为有点啊，主任，主任，好，对，主任在那里。好，这是我们的，我讲到哪？吉他手飞，对。嗨飞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竖笛手华轩，佩轩，对，然后我是主唱易云，云，嗨云，嗨大家好，对，很感谢这个比赛，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比赛，不只是创作音乐，我们也认识了好多就是一起参赛的好朋友，然后有很多的交流。对，我觉得参加比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去认识大家，然后听不懂不同的音乐。音乐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等一下不止我们的表演，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组合，大家一定要留下来听到最后。对，然后我们好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是《五条风华》。它的风华不被的美好，想到你的故事要让你知道，情侣在水路浮沉，愈合同航道，脚底下踩的是流动的竹筏，兜里舍的谁和喂养幸福的一家。五条的风华不被的难忘，想到你的故事让我慢慢讲，脚底下踩的是怀念的骄傲，往来的商船，掀起时代的繁华，小船摇啊摇，摇到过花的街道，坚定度七彩灯笼点亮幸福与美好，
着他，脚底下踩的是百年的骄傲，往来的商船，牵起时代的
谢谢，我们是白色电台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白色电台，我们带来非常舒服又优美的音乐。